小哥位你好。哎呀，我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讲。第一个，我刚才 save 15% on my car insurance。第二个，我不爱你，对不起。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，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幸福。对面的阿妈吗？哎呀，对面的阿妈怎么敢偷我们家的黄瓜呢？连我们家的黄瓜都没，都被他偷光了，搞什么鬼子吃？害我们都没东西吃。姐，哎呀，你看我吓死我了啦！什么事情？就是，我有一个问题。屁快放啊！那是什么？啊，不是什么东西香。我喜欢一个人，男孩子，同性恋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同性恋，妈早已经气死了。不是，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吧。哦，那还好。好喜欢她，每次她笑了就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他呢？跟他讲没有啊？为什么不跟他讲？这种事叫坦白讲，直接说我喜欢你就可以了。我太害羞了。害羞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初中的时候有个小男生，我喜欢他，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他。后来呢，他就不见了，好像我把他吓跑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直接跟他说我喜欢他。那假如我跟他说我喜欢他，然后他跑掉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不会跑掉的，他很喜欢你的。我看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们上次两个人放学的时候都一起走在一起是吧？我在窗外看到了吗？然后他那个女生呢，他还说伸出来跟你牵手，可是你太迟钝了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把他手牵住。我没有看到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真是太迟了，真的。哎，有没有其他人追他？还有一个中，谁啊？三明治那个小流氓，哎，你不用理他，我帮你摆平他。哎，不用。你怎么摆平他？哎，我学过空手道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。反正，哎，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反正我学过空手道就是，我跟你讲，他每天在沃尔玛打工，半夜11点才回家，我帮你去找他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11点就弄完呢？你以为我每天在家里干嘛哈？我都是帮你在看这些人在搞什么鬼啊。哦，谢谢。对呀、那我怎么跟他说我爱他？打电话，要不然约他出来 go on a date。 go on a date 就是 go on a date， 跟他约会。对呀、我帮你打。哦，不行，我自己打。现在啊？现在呢？当然我帮你啊，不过你不会讲什么，就我帮你。喂，哎呀，怎么那么胆小？这么一点话我都不，我帮你讲。不行，我自己找。哎呀，真是没出息啊！又怎么了？你不行，赶快跟他说。我空手道。真是。哎呀，做姐姐就是帮你嘛。喂，嗨，巧克力吗？嗨，你好，你明天晚上你要出去吃饭吗？OK， 好，那下个礼拜五见，好，拜拜。怎么了？
啊，他已经跟三明治约好了。三明治，我就跟你说，一定要把那个小子先弄掉。你不行，把他弄掉啊！怎么不可以空手道？可是可以打死人的，我跟你讲。不行，把他打死。哎，这有什么 ？OK， 那先约他几点呢？下个礼拜五七点。OK， 那我陪你去好了。你陪我去不行啊！哎呀，你这么迟钝，连话都不会跟人家讲，刚才人家说我也都不敢跟他讲，我陪你去，我帮你讲话。不要了，你明天请我吃饭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。不需要再带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明天请你吃饭啊，我再教你几个绝招哈，然后你就我也可以把他，就跟他说我喜欢你，哎，他就不会跑了，也不会跟那个什么三明治混在一起。我跟你讲。OK， 哎，他刚才打电话。好吧，谢谢。好吧，不客气。来来来来，姐姐带你吃饭。哎，哦，不行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走，我走，坐坐好坐，最好的机会。哎，三明治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巧克力出来吃饭啊！巧克力，你好，你好。出来！没有话跟你讲。哎，你把他带哪里去啊？我没话跟他说。你怎么没有打我弟弟？你把他带哪里去啊？出来！Hello， 你干嘛？告诉你，你最好告诉巧克力你不爱他。为什么？痛苦。哎，巧克力，我跟你说，我弟弟他其实真的很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也觉得你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太好了吧！哎，下次你们两个去帮你，我帮你们排好约会哈，然后我把那个三明治搞定，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他了 ，OK？ OK， OK。巧克力，我们走。走，不不不，一起吃饭了！拜拜拜拜，巧克力，拜拜！哎，他昨天说什么？他跟我说，假如我在跟他讲话，他就会揍扁你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，巧克力很痛。这是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我学的空手道，我不行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姐姐帮你想办法哈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臭对不到阿妈，好，这个不是妈的化妆包吗？你怎么？